欢迎收看 On the Taiwan Channel， 我是 Jessie， 我是达啾。好，刚刚的开场我们唱了一段，那大家应该知道我们要介绍什么吧？嗯，没错，这是我们的烟囱小镇的普佩。那你会说英文的吗？当然，普佩哦 ，Training Town。那日文的呢？你先讲啊。哎 ，Endo Magino 普佩。安道斯当天不配。烟囱小镇的普佩呢，现在联名眼镜在我们 On Days 的限定门市已经开卖喽。那我们今天呢，会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电影眼镜，片尾的时候还有39K的幕后花絮哦。没错，那它是日本很厉害的 Studio 4C 的动画作品，它改编自西野亮广的绘本，畅销绘本。然后西野亮广呢，本身又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以前是吉本兴业的搞笑艺人，现在又是电影总监，非常多斜杠的身份，真的是非常的有才华的，真的好有才华哦。那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呢，是在讲小男孩鲁比奇，然后还有垃圾人普佩，他们要一起去寻找星星的冒险故事，给人勇往直前、充满勇气跟感动的故事哦，好想看哦。没错，那他呢，有听说参加上映会的人看，都觉得非常感动，然后也很有正面的力量，会有点心动，想赶快趁着连假的时候赶快去看。听说他在日本上映之后好评超，票房破了17亿日币，有非常多的日本观众都有去看哦，而且有6周是蝉联高票房呢。讲完之后我真的超想看的。但是你不用担心，台湾4月1号的时候就会上映了， yeah！ 然后大家真的可以趁这股廉价的时候，赶快带着小朋友去看一下哦。真的，那这一次的廉价我们就拍假喽，店长。敲板好了，休假，耶，赶快去看。好了，刚刚大概介绍完电影之后呢，现在介绍一下我们的联名款眼镜吧。那总共有2个款，是我脸上戴的这个呢，是属于比较同系列的粗框眼镜。没错，那这边我脸上戴的呢是圆框，然后比较有渐层色系列的。那如果喜欢渐层搭配的，也可以选择这一款哦。是的，那我们这一次的普佩联名款眼镜呢，它近角的部分非常特别哦，它是用环保材质做的，就是再生材质。所以它有结合了我们的环保的概念，是不是非常棒呢？所以每一款都是非常专属于你的眼镜，赶快来挑一副吧。是的，现在只要购买普佩的眼镜，它的这个包装盒我真的超喜欢的，超童话的，对啊，好喜欢哦。它其实是可以放很多东西，然后我觉得就算没有放东西，就是放在书桌上面或者是柜子上面，也是一个很好的摆设。那这边的话还有搭配一个眼镜收纳袋哦。那你以为它只是简单的眼镜收纳袋？不是吗？它的材质其实是眼镜布的材质，所以当我们的眼镜放进去之后呢，这样子就可以带出门。那如果今天有一点脏脏的，它可以直接擦掉。也太方便了吧！对呀，没看过这种东西。超方便的，很喜欢哦。CP 值超高。是的，除了收纳袋之外呢，只要购买2副眼镜，我们还会赠送这个，噔噔。是什么？送给你的字典，你英文这么好。真的吗？你要送我字典？对，好啦，这个是我们的眼镜收纳盒，你看，哇，超可爱的吧？这个有烧到我。对，眼镜拿起来，这超漂亮的。对啊，这个眼镜收纳盒它可以放2只眼镜。平常如果你眼镜没有那么多，女生其实拿来放一些小饰品啊、耳环啊、项链或者是手表都超好用的，也是一样放在橱柜上面，就是一个很好的摆饰。好奇妙，有没有烧到你？这个真的有烧到我。这个帮你保留。好，老板先帮我保留，我要为了他买。好，没问题。那我们现在呢，只要购买 Onyx 的眼镜，就会赠送我们的普佩联名款口罩。没错，那我们眼镜介绍到这边，来介绍一下上映会当天 Onyx 还有39K的上映会花絮吧。走。你乐色品前的那神秘神处理，有着曾经怀念的味道。在那一尘不染你的眼神中，话语和声音，找回了原本当上缺末的我们，什么是挺身而出的坚毅。Hello Halloween， 不配不配不配，我
我们现在充满了勇气。Hello Hello Hello Halloween， 不对不对不对，在漫长的烟雾夜晚里。Hello Hello Hello Halloween， 不对不对不对，奇迹已经悄悄地靠近。Hello Hello Hello Halloween， 不对不对不对，在来来回回的故事里。Hello Hello Hello Halloween， 不对不对不对，心底温柔善良的乐色人。Hello Hello Hello Halloween， 不对不对不对，跟你一起追寻梦想前后。Hello Hello Hello Halloween， 不对不对不对，奇迹已经悄悄地靠近。Hello Hello Hello Halloween， 不对不对不对，这是烟囱小镇的故事。